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从今天开始，全球各地的黑色星期五活动正式开始了，有非常多的电商平台还有各种服务平台都纷纷的开始了很大的折扣。本来没有什么购物欲望的我，看到这些折扣也忍不住去下单了。那么今天就向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几个比较值得购买的，我一直在自己使用的一些服务，希望能为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这些服务有炒股看盘的，有保护账户安全加密的，有网站运营的，也有 VPN。 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正在使用的炒股看盘的服务 Tradable， 它目前黑五折扣最高是 70% 的折扣。 Tradable 它的主要的是能够提供非常详细的股票相关的基本信息还有图表，我主要是用它来看盘的。比如说它有网页端还有客户端，我觉得网页端的话的使用体验就非常好，我们可以在右边添加自己感兴趣的股票，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到价格走势，双击股票信息的话也可以看到股票最近一段时间的价格走势，然后下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财务信息，股票的价格信息，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技术面还有股价的预测。另外 Tradable 它的一个大杀器是它的一个超级图表，如果说做技术投资的小伙伴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。它是有免费的版本，也是有收费的试用的版本，大家可以先去试用一下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再去下单入手。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去跳转官网去查看。然后第二个向大家介绍的服务就是 YubiKey， 它是一个硬件密钥，可以用来加密自己的电脑、苹果账户、 Google 账户和 Facebook 账户。通过硬件密钥加密了之后，我们只有通过这个硬件密钥才可以登录我们的服务，如果说没有这个密钥的话，别人是没有办法去登录的，就是非常的安全。我之前也做过视频向大家去介绍这个产品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跳转观看。有小伙伴会说，那有这个是不是会很不方便？我自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 YubiKey 它是支持 NFC 功能的，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去通过手机触碰来感应使用这个硬件，不需要每次都去插拔实体的密钥。目前它的折扣是第二件半折，一般大家推荐购买的时候都去购买两个，一个是主要用的，另外一个就是备份，这样的话万一一个丢了也不至于说自己的账户就被锁掉，完全登录不上去了。购买完成之后是直接从欧洲发货的，它是全球基本上都是包邮的，所以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入手一下。第三个向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网站的统计工具，如果说大家有自己个人网站或者说公司网站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服务去做网站的数据统计和分析。它是支持历史数据的对比，然后总数据量的查看，而且还可以查看到访客的来源，还可以实时监控到一些访客的信息。目前它的折扣是5折，比如说我购买的标准套餐一年的原价是79美元，现在只需要40美元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去注册试用一下。第四个向大家介绍的一个服务就是 VPN 服务 Atlas VPN，目前官网是有最高 86% 的折扣，购买3年服务的话其实每个月只需要 1.7 美元，3年的总共费用是 71.52 美元，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低的。但是作为 VPN 在中国大陆有的地方可能连接不上，大家可以先去下载注册账户去试用，如果说可以连接的话再去购买就可以了。以上就向大家介绍的四个本次黑五我剁手购买的服务，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参考。如果说大家有其他更好服务推荐的话，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